固定翼飞机 FPV 飞行 FPV 起飞 FPV 巡航 FPV 降落。首先观察飞场周遭环境与风况，清晨旗津海面微风，实际风速平均约一米每秒以下，最大阵风达二米每秒，高空风速平稳，下降滑道侧风速度约二米每秒，但风速风向稳定。FPV 飞行前先目视探索风况， FPV 飞行需远离人、车、建筑物、道路，搭配目视观察员，本趟飞行由 CC 担任，需与目视观察员说明清楚观察原则及观察场域是否人车进入，并发出提醒，并注意飞行器所在位置。飞行前检查，飞行前检查完毕后准备飞行。右上推，将飞机飞入飞场各处各高度，以探索与评估风况。定翼机除了抗风性之外，还要考虑降落的地点与程序。滑降过程需要时间，还需要空间。建议先观察好场地之风速、风向，滑降道是否有侧风。控制飞机滑降速度，思考清楚降落的方向跟空间。降落前先试探下滑道角度与上空气流状况，
由于降落场地较小，绕圈缓降高度，抵达适当高度与速度以及适当进场角度。准备进场 approaching。准备进场 approaching。Once you have tasted flight, you will forever walk the earth with your eyes turned skyward. For there you have been, and there you will always long to return. By Leonardo da Vinci.